有请女子世界出道的锦江赛冠军金希晨小姐出场。你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斯诺克女选手，对此您怎么看？我当然觉得自己是最优秀的，很不谦虚是吧？其实我知道自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优秀，但是我认为每一个选手都必须这么自信，才能在赛场上所向披靡。听说您的夺冠历程非常艰辛，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？确实很艰辛，甚至可以说很残忍。在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上，我放弃了很多，包括爱情，还有许过的承诺。但是在放弃的那一刻起，我没有一刻不曾后悔。但我没有退路，必须努力向前，才有可能在完成自己的选择之后，重拾错过的美好。现在，我回来了。谢谢。听说他为了事业失去了初恋啊，真的？金小姐，刚才的发言中所提到的爱情具体指的是什么？人太多了，你小心一点。没事，快，先进去。金小姐，可以和您合个影吗？当然可以啊。谢谢，帮我拍。拍好看一点。哦。多拍几张。来。谢谢。好吧。浩宇，情人节束了，我们聊聊吧。聊。聊什么？我今天去看过晨晨了，三年不见，他长大了很多。这些年，你一定很辛苦吧？还有，我也很想你。金小姐，刚刚没来得及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。你是？我是浩宇的妻子。你结婚了？我们结婚了。金小姐，我们夫妻俩都很欣赏您，也很感谢您能来为茂林代言。你结婚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啊，今天太匆忙了，我让何青派车送你，我们先走了。走吧。你饿不饿啊？想不想吃点什么东西啊？还好。来。其实刚才那个是……我突然想起来，黎心刚刚打电话说要找我，我去见他一下啊。那我送你啊。不用不用，就在那个楼上的咖啡厅，我自己去就好。那你一会儿回家注意安全啊。哦，
知道了。喂，离心，你在哪？这么心有灵犀吗？我刚好也想找你坐坐。好，那我选个地方，把位置发你。哎，郝俊，情况非常危急。我，你先说吧。我和郝俊呢，以后应该也没什么可能了，所以我跟他的事儿，以后你也不用替我操心了。我想说的就这样。那你还好吧？嗯，很好啊。我现在不是在跟你一起喝酒吗？你呢？什么事儿啊？宋浩宇吧？晨晨的亲妈好像回来了。啊？什么叫好像啊？他没亲口承认，但我觉得应该是。我理解你现在的感受。就这前任呢，不出现的时候就像墓碑一样，但是一旦出现就像一根肉中刺。所以这事儿吧，最重要的还是宋浩宇，他什么态度啊？以前我就一直觉得他心里有放不下的人，今天他见到那个女的的时候很回避，可是越是这样不就越代表他在意吗？不是那女的谁呀？她凭什么出来打扰你们的生活啊？金希晨，斯诺克那个。你这人生怎么跟小说一样？喂，你好，哪位？齐思乐，你连你老板的电话都不记一下的吗？童总，这么晚了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想跟你聊一聊金希晨和宋浩宇的事儿。你也知道，他和浩宇。废话，我认识宋浩宇比你久。哎，你旁边怎么这么吵啊？在外面？是啊。位置发我。你来了，身体好点了吗？不咳就是快好了，别管我了，怎么了你这是？思乐，见到金希晨了？见就见呗，打个招呼圆过去不就行了？他好像知道跟金希晨的关系了。这也不管他怀疑什么，直接跟他摊牌，然后表决心。我怎么跟他摊牌啊？他怀疑金星辰是晨晨的亲生母亲。你也知道，以齐思乐的性格，我要告诉他金星辰不是，那他肯定要搞清楚到底谁是晨晨的亲生母亲。当初是你建议我把这件事情带进盒子里的。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凡逸珠宝的老板童洛奇小姐，这位是我的闺蜜。我们来说正事吧。齐思乐，你知道金希晨那个绿茶之前和宋浩宇是什么关系吧？你怎么能同意让他来做茂林的代言人呢？你傻呀？等会儿，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闺蜜，我没有时间跟你们俩客套。别跟他置气，他就这样。你接着说吧，他俩以前什么关系啊？你居然真不知道啊？初恋。他们俩呢，高中的时候就认识，大学的时候谈的恋，当时老爷子不同意的，因为女方的家庭啊、出身啊实在是太低了，跟你差不多吧。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我说的是事实啊。什么事实啊？
算了。但咱们不得不说，老爷子的眼光是真的准，不像现在这么爱将就。金希成这个人很有手段，明明是一个野心特别强的人，可表面上装得像是一只小白兔一样，可单纯可无辜了。关于这一点，你跟他差远了。说重点吧，后来浩宇向他求婚，他同意了。浩宇花了好大的功夫才让爷爷同意了这个婚事，结果就在婚房刚布置好的时候，金希成出国集训，转身把浩宇给甩了。我觉得当时宋浩宇应该挺崩溃的。他崩溃也是自找的，我跟他说过好多次了，那个女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他活该。你这张嘴能活到现在，你家挺有钱吧？嗯，闺蜜，你说对了，我叫黎星。所以他到底是不是晨晨的生母啊？你疯了吧？当然不是。那该怎么办？他不可能一直不问吧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如果他在这件事情上一定要一个答案的话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。我告诉你这么多，够不够诚意？喝。两位美女，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啊。之前你说敌人的敌人，那你俩之间什么关系啊？请顶。那这样怪我好。那还用说吗？哎，许司令过分了，你别逼我骂你。你等会再骂。如果金希晨不是晨晨的妈妈，那是不是说明还有一个？阿晨，我当时错的真的很离谱吧？要说你当初不该这么做吧，也不会有今天的幸福。反过来说，你当时选择这么做了，也是给自己设了一个定时炸弹。怎么说呢，没有任何事情是非黑即白的，可能这就是命中注定吧。对呀，林浩，接呀。哦，哎，司乐，您是哪位啊？哦，他们是两位吗？三位，三位女士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你跟我一起去一趟吧，林星也在。哦，你把何青也叫上吧。三位女士，什么？杜晨也去了。三个怎么能？司乐，别唱了，哎，别丢人了。别闹了，回家了，别闹了。哎，你走开！我虽然婚姻不幸福，可是我不能背叛他跟你回家，不能。黎星，你清醒一点，黎星。司乐。啊！喝多了还那么大劲儿。记得了，林洛奇，你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？是不是你跟他们说了什么，让他们喝成这样的？谁啊？你凭什么叫我全名？你配吗？给我叫童总。你怎么那么凶啊？妈，妹妹，我很凶吗？
什么不能主动跟我坦诚啊？不是说喜欢我吗？那你都那么喜欢我了，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呢？爱情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你要走就走吧，反正也没有爱了。你要我走是吧？你，是不是？行，我现在就去出家，我以后就一个人过。看，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来，给你戴上。秦小姐，你好，我是茂林市场部的总监秦天，不知道你明天有没有空来一趟茂林？什么群啊？昨天是谁送我回家的？不是我，不是我。童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何秘书昨天说他搞不定，所以打电话给我。何清，你怎么喝了这么多？是谁送我回来的？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什么情况？你们还记得昨晚的事吗？我记得我是自己回的家。同上。我怎么感觉好像我们喝多了？没有，我不断片的。嗯，同上。那难道我也是自己回来的？及时之时，新岗位上班第一天迟到，我开除你。你好吓人，不想放回忆。款式怎么样？挺别致。说吧，是这样，宋总，金小姐跟我说，在最近的采访当中，总有记者提到茂林商场，但是她对茂林的很多事情也不甚了解，所以她就不敢妄自作答，于是她想让我来跟您沟通一下，看能不能跟您当面聊一聊。没必要，何青，发份资料给他。好，可是人现在已经在会议室了，我现在下逐客令，是不是不太妥呀？坐。浩宇，
我们之间一定要这么客气吗？这是我对冠军的尊重。你知道我不是说要聊茂林的事情吗？说吧。你知道我过来不是为了这件事儿。那就没有什么好聊的，我的情况也清楚，我先去忙。等一下，你给我两分钟。我想告诉你，我当年离开真的是有苦衷的。就两分钟。你知道，我父母是临时工。如果不是因为发现了我的台球天赋，我根本没有办法给他们安稳的生活。是，你是说过，你愿意为我承担一切，无条件的帮助我，但我还是没有办法安心。从高中到大学，再到谈婚论嫁，所有的人都说我是靠心机才和你在一起的，但他们不知道，在你爸妈离世的时候，是我选择陪你度过了那段岁月，所以我才放弃了出国集训参赛的机会。如果不是因为爱情，我会这么做吗？我知道你不是他们口中说的那样，但我受不了。我只要一想到以后站在你身边，所有人都会对我指指点点，他们说我不配，我想到这些我就害怕，我害怕这样的人生。我也想要有我自己的事业，我也想堂堂正正地站在你身边，让你也为我感到骄傲，所以我让你等我。我以为我们感情这么好，你一定会知道的。我已经结婚了。那你敢说我们的过去你都能忘掉吗？两分钟已经到了。你好，您是？谁来了呀？杜晨，是金小姐。爷爷。哎呀，小陈来了。这几年在国外发展的不错呀，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你，祝贺你啊！谢谢爷爷，这些是我给您带的，都是对身体有益的。哎呀，好好好，有心了有心了，来，快坐快坐。嗯。哎呀，爷爷。啊。我这次来其实是想问一下浩宇的事儿，他怎么就结婚了？哎呀，结婚成家嘛，肯定是缘分到了，而且呢，他们两个感情不错。可我听说他们认识的时间很短，这么快就结婚，是不是太草率了？其实结婚呢，也不在于时间长短，有的人呢，见了几百次，都未必能走到这一步。但有的人见一次就认定那是对的人，感情这种东西啊，很难讲清楚的。对的人，爷爷，我认识浩宇也有十年了，我了解他的性格，所以我绝对不相信他会这么快就轻易爱上别人。我相信，人最难改变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改变。我呢？善意地提醒你，做那些无意义的猜想啊，也没有用。婚姻是什么呀？婚姻那是一条单行线，掉头逆行，那肯定是要违反法则的。我累了。不是啊，送客。金小姐，
的手法怎么也在这儿？这是什么？我会盯着你的，赶紧干活。童总这画工，画的是他自己吧？还挺像。这分钟的心动。